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谢谢您各位掌声鼓励，感谢各位，再热烈点就更好了。上台先做个简单的介绍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凯文，是来自杭州凯乐会相声社的社长，没错，边上这一位了不得，我的搭档，对，姓刘，是，名字起得很憋屈，怎么还憋屈呀？他那个名字我一说，大伙儿都得乐，叫什么呀？他叫刘震动，震动，手机的一个模式啊，调好了往那一放，打电话没有声儿，我这么震动啊！他叫刘震动啊，他爸爸也好，我爸爸刘静音，哎，这是亲爷儿俩呀。他妈，我妈王彩玲，这都什么名字呀？他媳妇儿大家都了解，我媳妇儿叫充电宝。哎，别胡说啊！姓刘没错，您叫什么？刘震董。对，您这个名字非常有内涵，是取自这个泽震董之。哎，还真了解，我研究这个传统古典文化呀。呵。不光研究这个，还有什么呀？潮流新潮的这个文化，哪一方面呢？歌曲，大伙都爱听，能看出来我是个潮人。是，我有这个研究成果。什么成果？比方说，我发现现在这个流行歌曲里头有很多的 bug， 我就很多缺陷。从这个词儿到这个曲儿都有 bug， 你给他们讲一讲。比方说有一首歌这么唱啊，我们背对背拥抱。你看，有人乐了，他发现 bug 了。什么 bug 呀？你听着呀。啊，我们背对背拥抱。这什么动作？这是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确实不像话。这是歌词的 bug 啊，还有曲儿的 bug 呢。曲儿怎么了？很多这个曲儿啊，存在这个相互借鉴甚至抄袭的现象。哦，还有这种情况？通俗来说吧，串调。啊，就明明是两首歌，哎，一唱你给他唱成一首歌一模一样。这么着啊，今天来唱一回怎么样？那别光我一个人唱啊，咱俩一块儿，你唱一句我唱一句，可以呀。你唱上句，我给你接下句。行嘞。如果说啊，明明是两首歌，我们俩一唱接成一首歌了，要求不多，您给我3秒钟掌声行吗？直接要掌声，这人来吧。您现在别鼓，还没唱呢，你听好啊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，良心有没有？你的良心够叼走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嘿，还真响啊！你再听这个，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我离开你太久了，母亲。嘿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整个地球上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跟着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羊。董小姐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哎，别唱了你。好，感谢来自杭州的两位相声演员带来的一段作品啊。鲍老师觉得这段如何？我特别喜欢南方相声。南方相声呢，它细腻，而且呢，有一点出发，一下扩大到像胖大海一样，对，扩大开啊，对，那是药材。没错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挺好的，我挺喜欢你们的作品，而且你们的作品有一些趣味性和知识点。我喜欢。有趣味，有知识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两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。哦，哎，你这是个填空题啊，这个带着问题来的，带着问题。这样，咱让郭老师猜猜，好吧？郭老师能猜出来他们是什么吗？肯定是一个绝活呗。那到底是什么？能给我们看？你得露一露吧。这样吧，别，我们现场给您表演一个古彩戏法。好，这古彩戏法都是在大罐里面藏着的。对。这个音乐响起，待会儿给您变出一大宝贝儿来。好，好不好？看一看、啊，来来，我先转过去啊。哎，我们这个魔术特别好，这戏法，这是叫什么呢？面上没戏法，底儿上藏不住。各位到底是什么呢？您待会儿仔细啊，预备，一二三，上演。哦。哇、哦，这身材行啊。
谁没有？谁没有啊？咱们啊，那咱们还是来这个，咱赛一赛，比一比。谁没有啊？对，这个大褂里藏了一超人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晚上说相声，白天装超人去啊。为什么健身健成这样了？原因就是因为以前身体不好。嗯，您别看我现在这样，各位。2年4个月以前，我是一个189斤的大胖子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我是社长，这操心各种事儿。我这么热爱相声，我不能说因为身体的问题最后半途而废了。所以说我自己下定决心就开始健身。2年0.4个月，我做到了我自己这一辈子我都不敢想的这么一个点。嗯。